同莅临多乐福购物中心开业庆典的活动现场。大家好，我是本次开业庆典的主持人雅琴。首先向来到现场的各位嘉宾、各位市民朋友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。从策划到开业期间，通过我们所有员工不断的努力，终于迎来了今天开业庆典时刻。那这一刻我们同样可以见证他们的成长。现在我们都知道，当下是一个粉丝经济加上共享经济以及网络的时代，所以网上购物啊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种消费工具。那目前为止呢，我们的网红店可能在我们利川市首家，我们也祝愿多乐福生活购物中心开业大吉，生意兴隆，财源广进。各位朋友们，再次响起您的掌声好吗？谢谢大家。今天我们和大家一样非常的开心，同样在此刻我们要共同邀请到多乐福购物中心的董事长，有请吴伟凤，让我们有请小凤来到我们台上方，他致他的开业致辞，朋友们掌声欢迎。最隆重的环节，也就是我们的剪彩仪式。首先有请你登场。朋友们，幸福的时刻需要大家见证，同样也需要大家的掌声和您的镜头。我希望此刻大家可以打开您的手机，保持豪宁的热情，来记录下这隆重而且神圣的时刻。接下来就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，首先有请利川市蓝亭乡蓝亭村村委书记廖文新，有请。
请您懂。李董站在某总的旁边，下面让我们再次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东乐福购物中心董事长吴伟凤，来有请吴董。此刻您要站在咱们礼仪的正中间，来，各位朋友们，掌声更加激烈一些好吗？那同时也有请工作人员礼花做好准备，有请各位领导在礼仪的手中用您的右手手持金钱。朋友们，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共同倒数的五秒，让我们共同为东乐福生活超市剪下幸福和财富，来吧，一起倒数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剪彩！恭贺东乐福生活购物中心开业大吉，生意兴隆！好，谢谢，有请几位礼仪、几位领导来到舞台的中间合影，谢谢。来吧，此刻朋友们，我们可以将您的镜头锁定在各位领导的身上。我们知道中国的传统文化，大拇指是给予鼓励和最棒的意思，来吧，我们伸出大拇指送给咱们优秀的女性，送给咱们的吴总好不好？来，送给她，愿吴总生意兴隆，财源广进。谢谢各位领导，请各位领导移步到我们舞台下方，一起来共同观礼，谢谢。请吴总为一对军师一点左眼，一点左眼睛，金光闪闪，鹏程万里。银光灿灿，吉祥如意。三点口令，大吉大利，财源广进。四点天庭，福星高照，左右逢源，招财纳祥。谢谢吴总，请吴总为一对军师赐予红包打赏。军师觉醒以后赋予了新的生命，此刻军师将来到各位面前，一起来展现一下母狮的文化。朋友们，让我们一起掌声送给吴总好吗？金石点金，富贵吉祥。一地的傻，寓意满地的生财。Thank you.
此刻，军师采完亲将来到咱们超市当中。